台东县的三仙台是著名的风景区，不过涌入大量观光客也有后遗症，不时见到有人违法捡拾岸上的麦饭石，还有人随手带走罕见的生物，让当地的自然生态备受威胁。三颗巨大的岩石耸立在海中，靠着这一座知名的跨海大桥与本岛连结，这就是台东县知名的三仙台自然风景区。沿岸遍布的麦饭石因为外观特殊，经常有游客顺手捡回家。为了维护自然地貌，禁止民众捡拾破坏，东部海岸管理处还将罚则从15万提高到50万元，旅行社也都会事前提醒旅客不要以身试法。导游都有特别跟你们讲说这里的石头不能捡。然而罚则虽重，喝阻的效果却相当有限，岸边仍然不时可以看到民众将麦饭石一颗一颗的装进塑胶袋。更严重的是，占地面积约22公顷的三仙台岛原本拥有丰富罕见的自然生物，却因为美观以及经济价值而招致民众随手带走，加上八八水灾带来的漂流木以及垃圾覆盖这片动植物的栖地，让地方的钓鱼协会以及环保志工一度想要向主管单位建议封岛。是必修养生息的，然后每一天有做控管，可等下太容易到达了，所以太容易破坏了，只是我们觉得说理所当然，所以我们要控制多工三千腿乱而已嘛，他不然就三千腿会控制的东西是菜路会给什么多而。然而三仙台风景区是原住民传统采集场，许多当地人都反对封岛。另一方面，主管单位的人力有限，无法做有效的控管以及违规取缔。虽然三仙台的自然生态破坏的情形日益严重，让有心人士十分忧心，但也只能加强宣导，希望游客能发挥公德心，除了垃圾跟美好的回忆，什么也不要带走，让三仙台的美不只是因为岛上的三颗大石头而已。记者徐荣俊台东报道。